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来吃一些甜品，然后这个是沙县的飘香拌面，已经坨掉了。好久没有吃这个飘香拌面了。我这边放了一坨辣酱。这面丑是丑了点，不过味道还是可以的，感觉都不用嚼，直接可以咽了。再来吃一下这个安节木的芒果榴莲慕斯盒子，他家盒子分量都特别足。我之前也吃过几款，然后感觉那个抹茶千层也特别好吃。我想说，其实老板给我发错货了，我要的根本就不是这一款，不过这个也挺好吃的，算了。它这个芋泥比较细腻，然后一点都不甜腻，虎皮蛋糕很香。真是太喜欢吃芋泥了。还蛮推荐他们家的盒子，大家如果想吃的话，可以直接淘宝搜一下。
我还准备了个小刀子。这个好好吃啊，感觉有点被惊艳到。它那个蛋糕体特别的湿软，然后里面是芒果奶油还有芒果肉。再来吃一下这个梦龙卷，里面的话是巧克力蛋糕，中间是巧克力奶油。它这个蛋糕体都是特别湿软的那种。这款的话总体还是不错的，巧克力如果能够再偏苦一点的话就更好了，个人喜欢吃那种偏苦的巧克力。
我个人的话更喜欢吃这一款。好了，今天就吃到这里了。这一块的话留给菠菜了。那我们下期见喽。